考研小故事，曾经我在星巴克见过一个准备二战的小姑娘。星巴克是一个地级市的星巴克，估计这位女生是在一个省会以上的城市读过本科吧。一战失败，在准备二战，在准备二战的过程中是在星巴克准备二战的，而不是某个大学。那你现在怎么搞呢？这样的复习在星巴克天天一杯咖啡38块，啊，一杯水，当然星巴克是有免费的热水的。总之，咖啡厅里做二战是不是不太好？总之，二战失败，总之考研失败，还是要调整好心态。